关晓彤平时受邀出席的活动挺多的，每次见到她，大家都能感受到什么叫做优秀。近日，关晓彤现身某地被偶遇，在关晓彤到来之前，已经有高层在室内等候。关晓彤见到高层以后，马上弯腰伸手去打招呼，全程笑得好甜。这次关晓彤没有刻意的去做发型，就是简单的披肩直发，少女感十足。在场的工作人员见到关晓彤都十分的开心，在简单的交流过后，就是拍合影了。这也是每次出席活动必不可少的。关晓彤当天穿的是白色短袖配短裙，还披了一件长风衣。合影的时候叫助理拿走外套，全程态度谦和，各方面都超级有礼貌。关晓彤这次依然秀出了大长腿，未修图又瘦又美，鞋子却暴露小心机。之前关晓彤参加活动几乎都是高跟鞋出门，这次关晓彤专门换了一双平底鞋来合影，显得清纯还很自然，完全照顾到了别人的身高。不得不说心思太细腻了，难怪能一直红。就算关晓彤在这个场合穿高跟鞋，相信也没有人会说她，毕竟这是女明星的常态。但是关晓彤知道后面有合影环节，直接穿运动鞋，披风衣出现，接地气不浮夸，又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，外表上就加分不少。再加上关晓彤从进门那一刻起就一直甜笑，这么完美的女孩子，相信品牌以后还会考虑和她有更多的合作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